我是一个即将升入初中的学生，今天是我的入学典礼。安安，走了，去学校了。知道了，哥，我真的好激动。到了。哇塞，这个学校好大啊。那是当然，一会你就去老师办公室确认你的位置，然后就回去上课吧，我也要去上课了。好嘞，哥。老师好，我是新初一一班学生，请问我的位置是哪里呢？你的位置在第一排靠走廊的地方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老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那你就帮我把教材放到讲台吧。好的，老师交给我。嗯，学姐好。学姐找我什么事？没什么，认错人了，抱歉。那老师，我就回去了。好的，同学，回去好好上课吧。报告老师，我找一下。怎么可以这样？真是我瞎了眼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哥哥，呜呜呜呜，我身上好痛，快报警啊！警察马上就来了，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不是啊，亲爱的，真的不是这样的，其实是……接到举报校园霸凌一案，凌亚女士，请您跟我们走一趟。根据事件，我们会将他拘留1-3天，请您放心。好，保安叔叔，我处理完了，我回去上课了。好的。我的天哪，安安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没受什么委屈吧？呜呜呜，没想到学姐是这样的人，本来第一眼看着她很好，没想到竟然做这样的事。她都干了什么事？第一天见面就把我堵进厕所，之后拍了我的裸照来威胁，每天放学都来打我，还给我吃硼砂，想害死我。我的天哪，她竟然做出这种事。是啊，呜呜呜，我哥叫我上去看看情况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什么情况啊？妹，一会哥给你个惊喜。好。终于来了，拘留快乐。继续骂吧，哈哈哈，使劲骂到我死为止。来看看安安的好身材吧。不要这样，我错了。呜呜呜。林亚，你也太过分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好，我过分了，来呀，弄死我啊！你们根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哇，真好怪。老师，林亚要跳楼。林亚，不要想不开啊。这女人可犟，她绝对不敢跳，大家放心吧。对呀，她一个霸凌者还好意思跳，我都没跳呢。
你们就别添油加醋了，少说两句吧。我的天，他怎么来真的？别急，下面有条河，他应该没什么事。妹儿，放心，回去上课吧。好。我的天哪，同学们，霸凌我的那个人跳楼了，但是正巧掉到河里了。怎么这么巧，他就应该死啊。哎，都是我的错，呜呜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我勤学苦干，奔上了年级第五的位置，也谈了一个男朋友。安安出来下吗？老师，我出去一下。宝贝呀，一天没见我都想死你了，亲吗？哼，你真坏。哎呀呀，别亲了，别被老师看见。哼，看见了也不会说什么的，我的年级第五小宝贝。不说了，宝贝，今天要换一个新的班主任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大家好，以后我就是你们的新同学。哥哥，你怎么来我们班了？这个，说来话长，我回家再给你说，以后你就不用上下楼跑来找我了。好的哥，真的好期待今天要来的新老师，听说是00后，应该很好相处吧。哎，又要换老师了，安安又要和老师套近乎了。家人们好，我是你们的新任美女老师，你们可以叫我小刘，哈哈哈，叫啥都行。哇，老师你好漂亮。呵呵呵，谢谢宝贝。老师，我叫安安，您的声音好像我之前一个朋友啊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？美女老师又去套近乎了。需要的帮助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，我刚来就给我套近乎，我不需要你的假热情。哦，好的老师，对不起老师。哈哈哈，看他背得太爽了。让我们看到这道题，谁来回答一下呢？没有人吗？那我就随便点了哈，让我们看看是哪位幸运儿呢。安安，你来试试。好的老师。这老师你是不是搞错了，这不是今天要学的内容吗？什么？你不会？这道题我明明让预习了，下课来办公室找我。好的老师，对不起。安安，你跟我来。老师对不起，我以后一定强加预习。我看你这样也别预习了，估计连职高都上不了吧，干脆别学了，还能少一份负担。叫你家长过来打电话。老师，我父母经常在外工作不回家，他们来不了。那谁管你，把管你的人叫来。好的老师。喂哥，你别睡了，老师叫你去办公室。告我什么事啊？我去。好，你们兄妹俩还真是不学无术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回教室给我罚站一上午。好，知道了老师。终于都走掉了，我要赶紧学习上午落下的功课。你怎么还在教室？这不知道午睡缺勤是要扣分的。不是的老师，我只是想补习一下上午的功课。就你还补习？你怎么努力也是考不上高中的，还不如早点退学给父母减少负担。老师请您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监考老师刘老师，考完试后请将卷子放在原位，就可以有序离开考场了，请大家开始考试吧。考试结束，请同学没有秩序离开。老妹啊，怎么现在才来？是不是紧张了？不是，就是多检查了几遍。我回去要好好的睡一觉，嘿嘿。终于能查成绩了，一定要考985。什么零分？我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吗？哈，那我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。妹，你要干嘛去？你不要想不开，我们还有大好时光，大不了复读啊。后来我下半身瘫痪无法走路，哥哥却误入邪徒贩毒判了无期，我也就这样成了一个疯子。